哇塞，是这么快的，热榜，你这个阿姐，一个月有三十几，阿姐，三三姐，热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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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哇，热榜，热榜，珊珊，请自我介绍，叫珊珊，那今年24岁，那我的三围是32C，那23、33。你本来在电信业上班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进入这个直播界？因为我想说，身边的朋友就是都有在做直播，那我想说，我应该也可以，就试试看。所以你就把那个辞职了？对，辞职。破釜沉舟，赌这么大呀，拼的啦！因为就是换了新的工作，就是要更好。是，当然。对对对。你的粉丝人数有多少？直播上现在有8000多人。哇哇！就是你一出现，8000多人在看，至少有8000多人在看，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好多，一次直播8000多人在看，好多哎，那很厉害。哇，这个直播赚的钱，就等于你上班一个月，超过几百倍吧？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等于两个小时等于一个月啊！哎，那我们去直播吧。对啊，不要做了，太难了，看人呐，你直播没有用啊。我们直播4年，等于人家2小时。真的？我没有试验过，来请看。哇塞！热榜，热榜，热榜，热榜！这个是阿姐，哇塞，阿姐，你在空场哦。哦，这一次是要灌肠的哦。哦，真的，太厉害！哦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哎呦，学生妹，哇，厉害，都是 cosplay 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最狠是他这只脚，他这个脚这样子，他脚怎么样？这样，对，好像都要这样做才猛。双打勾，哎，你都是这样播，穿这样播是不是？差不多，对啊，那屈哥你要播的话，你不是穿教授装吗？真的，爬山装，有你穿古装好，没有？哎呦，还有女仆，女仆啊，你算是很有诚意耶。什么？打开了经典旅游袋，送出想和你野餐，送钱啦，送了啦，礼物是烟火，这就是抖内，送出流星划过，哇，那上面那个数字100多万，这个礼物数，礼物数，一百多万，对，礼物数，天哪，哎，那是美金哦，我，开玩笑，大概可以多少收？一个月有30几。阿姐，三姐，干姐姐了吧？这位进入这个直播，三姐会不会冷？会不会冷？所以难怪现在大家都去直播间。对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哎，各位不要以为说进直播间就会变这样，你还要花很多心思、很多方法去经营。看到那个服装就知道，我们穿不来。还有你自身的条件。对啊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人送你礼物，为了要给你招待你？大雕什么意思？要酒吗？就是只是想让我看看他的大雕雄风器官吧，看看他的器官。九一六三，哎呦，什么大雕麻雀的干什么东西的？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他就为了这样子。对，就是送很多礼物，然后加到就是我的粉丝团之后，然后就贴他的照片给我看，就大雕。哦，对，那你有回复吗？你看到之后有回复吗？我就打点点点。就点点点，然后就没有再回他了。点点点很伤，点点点很伤。你赶快回一张照片，是你把大剪刀回他，你知道吗？大剪刀。你在摸我这个剪刀的照片不错，因为比如哎，我大雕，然后大家点点点。所以你们这行也是很辛苦啊，会看到一些那种不想有的没的，就是酸你啊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现在单身吗？我现在单身。单身。对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像康哥这样的幽默。哎呦，康是幽默，很幽默耶！康哥这样的身高，还有体型，哇！哇！真的，开心成这样，活泼。就是如果是单身的话，我可能会是。哎呦，哎呦！如果康哥寄大雕给你看就可以。对啊。真的，这样有点多了。谁要寄？人寄钥匙给你干嘛？他就是寄一大箱的礼物给我，然后里面打开是情趣用品，哦，对你不错，然后他家钥匙，还有他的卡片，就是他上面他家的地址。他怎么会以为你会去用这把钥匙？不晓得，人家是一大箱里面是各种不同的情趣用品的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18招的书，哦，教练，不要骗。
那要你进修，真的精彩哦。对啊，那那些用拿到那些用品道具用了几个？我没有用啊，全丢掉。你不要用这么正经的口吻，谁会这么下流的问题啊？安祥，你变坏，真的。我只是聊聊天。问问你喜欢哪一种？对呀、啊，你都用哪一款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在用。你这么瘦，我那天看到你的会员卡，是吧？那是灿坤啊 VIP 了。这个植物世界还是有很多下流位置，蛮多的。那怎么办？你会把它封锁吗？要看它下流到什么程度啊。就是如果说是用跟踪的方式的话，这恐怖哦。对，蛮恐怖的。他怎么就找得到你啊？我也不晓得哎。你会，比如说你出门，你会不会哦打卡我在哪里？我不会，我不太会打卡。嗯，为什么你不太会用？不是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在这里。是是，对对对对。其实很多女，其实很多女生打卡其实有某程度的危险。你就不要当下打啊，我都是隔一天才再打。那有没有？哎，这很聪明，这很聪明。没有啊，因为你就是可能去哪里，然后你很想推荐给大家，可是你不能当下打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快他们就火速赶到。对，女孩子会被色狼。那男孩子会被仇家，嗯，很多仇家就要找打卖照。有人说打卡不能乱打，打了人家会知道你不在家，他就闯空门。所以打卡打两个嘛，一打家里又打那边，这人到底在哪里？又打高雄，又打台南，好累哦！不要打了吧，搞那个小朋友不至于的，自己也急了嘛。狡兔三窟，我们撇开那种什么酸民啊，什么色狼不管。刁民有没有很诚恳的想要跟你交往？你有尝试的接受吗？因为毕竟没有见过面啊，对，就只有在就是网络上聊天这样子，蛮恐怖。对啊，说明他是装正派也不一定啊。对，也是有可能。下面打很正派的手在那边动。对啊，你也没有看到啊。正派，滑感，动一些歪脑筋。哎呦，滑感，对不对？这还是要面对面相处过。人心隔层皮啊。对。哎，那你单身多久了？单身一年多，我现在是想要拼工作。可是你会不会因为做这个，然后常常不厉害啊？会，这样就会造成你这个交友障碍，因为人家看到你，哇塞，这么漂亮，但是看不到你怎么追求你。他们会觉得说我很常出门，可能常去夜店或者是去钱柜。真的吗？但其实我很宅。人家以前说我常在夜店，我哪有什么没有没有去夜店？还有老板。这夜店就是他家，我都在家哎，都在家。你家在夜店？夜店。开玩笑啊！好，来，请坐，欢迎特鲁斯。哇！你看我，哇！真的有哎，现在穿反了是不是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哇！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，你完了！处理这个婚场合，你只有你。如果婚礼访问，如果婚礼要这样子啊，人会真的会胀，真的会胀，胀很胀，哪里会胀？哪里哪里胀？情绪高涨，对对，情绪。这条衣服如果真的你敢穿吗？可是我这个只有拍照的时候穿过，就这样的这样子的风格。啊，哎，这个会爆丑，会成功。这个婚礼穿出来，这个会爆丑。你平常不会穿到一直去敬酒，不会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说这个在婚礼上，你看有个女的这样走进来哦，哇，完了，我劝你快走，应该是来闹事。对，我会多想多想看看。谁会穿这样啊？哎，旁边那边很好看。哎，不是，哇，你他不简单哎，不是 Q 啊，我自己吓到。细节有看到，细节。我刚刚一直想把他 Q 过来，就被你 Q 掉。哇，正义不简单，挺正义的吧？不是，你可以侧面让我们了解一下，因为侧面了解真的很厉害哎，刚好。这种就是你所谓你喜欢露侧乳。符合你的，我还蛮喜欢露侧风格，而且他那个叉又是露侧乳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？这是好习惯，没有他很了解男生，千万不要改掉。看事业线，我们都看腻了，看腻了，但侧乳很少看到。我事业线看不腻。我知道，我们知道，还年轻呢。你去夜店会这样穿吗？不会，我去夜店我反而会穿长裤。你看后来我就把夜店包。因为这个，你发现大家心态在变了，对，风格在变了，风格在变了，风格在。我给开玩笑啦，不过这个心机非常重。那对啊，那你觉得好看吗？对啊，就是新娘可能会生气吧，会爆炸，会，就是要，就是要让她要爆炸，让你男友那个初恋男友生气。如果今天
她是你女朋友，晚上跟你去吃饭穿这样来，你会怎样？会生气。你哪里会生气？因为没穿安全裤。你弟弟会生气吧？他一定没穿安全。我弟弟生气啊！你安抚他。你真好，我是跟两个变态在主持节目吗？为什么两个？你前面那个叫邓博士，邓博士生气生气。我一直以为今天这主题换换衣服应该还好，对，换装装穿搭穿搭。你趁上节目来洗白是很恶劣的事。